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，按有个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想要加入大师的 LINE 社群呢，右上角 QR code 跟资讯栏的连结都可以点进去，然后输入你的 YouTube 的名称跟 Twitch 的名称，就可以加入大师的社群啊。不过因为是我本人审核的，所以可能要一段时间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游玩《新绝代双骄一》，然后宇峻科技在1999年出品的游戏哈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柳秀灵溪，我们已经把碧蛇神君打败啊，然后惨遭魏无心残忍的杀害。今日该不会撰写了吧？大白天的就遇到影子而不见人。小月，你看，只有影子。早就看到了，这家伙轻功高得很，没有咱们去咱们的命，我们早就没命了。要是真撞邪要我的命，我变鬼以后也一定不轻饶他。别怕别怕，真驾府在哪里，师承何处？看你轻功这样的高，报上个万额让我瞻仰瞻仰。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先知道你来路，要是有什么万一，嘿嘿。你这小子有趣，我已经观察你好一阵子，你在海燕的表现不错，我想交交你这朋友，所以就跟上来了。你这锅盔狂，又从海燕盯上咱们，不知道我的铁线的那一段他瞧见了没有？你莫非就是黑蜘蛛？不错，小姑娘，倒是有挺有见识的，居然认得我。干什么？你们俩是旧事吗？我本来是为你的藏宝图来，但后来瞧这个小子很有意思，我想交给这个朋友。只好放弃宝藏。哦，想不到竟然有人把我瞧得比宝藏重要。这朋友不交好像说不过去。谁不知道你不会等我拿到宝藏后再向我下手？人家这么强的亲你，你还在考虑？只是黑蜘蛛这三个字有点那个怂，这算什么名字？你连我的名号都没听过，简直是孤陋寡闻。当今天下不知我者，还能在江湖中混吗？小姑娘，你教教他吧。听你说话的声音，年纪不大，口气还真不小。谁说我年纪小？我就算没能当你叔叔，为了叫你这个朋友，也不愿倚老卖老。你就叫我一声大哥吧。个子不算高大，年纪不过20好几，原来你这小子喜欢冲浪，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想当你这老大。你有女朋友了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看样子就知道你的女孩子的手恐怕都没牵过，更别说接吻以及更进一步的动作。我看你才应该叫我大哥，改天介绍两个妞给你认识认识。江湖中求我当大哥的不知凡几，都被我踢回老家去了。我要当你拜把的，你还推辞？小月，快叫声大哥。很好，黑老弟，你本事不小。再去替我多收几个小弟，江湖上活动方便些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黑老弟，咱们喝两杯去如何？哼，你再激我也没用。你可知你大难临头了吗？这小姑娘还不错，现在叫声大哥，就还有儿女叫你爹，还有孙儿女叫你爷，还有曾孙儿女叫你曾祖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好处说不完。说来说去，不叫你大哥就没命混了是吧？江湖中最多冒名诈财的人，就像三流数字骗人说，若是不买平安符，就会招逢厄运，结果就找些地痞暗中搞鬼。我有什么祸事临头，你且说来听听。你竟然要在我面前充老大，我也就犯不着这管你的事。难怪他口气这么大，轻功果然两下子，岂有两下子？他这手神珠凌空，银丝渡虚的独门轻功，江湖中简直没有第二个人比得上。这种功夫有什么巧妙？那修真所藏的，就是蓝海千里千年神珠所结的丝，又尖又嫩，刀剑难伤。他将这蛛丝藏在一个特制鸡黄桶中，手一扬，蛛丝飞了出去，最远据说可以达一二十丈，而蛛丝顶端的银章
无论叮嘱什么东西，他人立刻就可以到哪去，但是可说是来去飘忽，快如鬼魅。这小子非常人古怪的有趣，所练功夫也古怪的有趣，却不知他的年纪究竟是多大，为什么如此喜欢冲浪。这人除了喜欢冲浪以外，从来不说假话。他说咱们立刻就到那临头，只怕也不会是说假的。哪有什么大祸临头，你别听他鬼话。哎，老弟，别玩了，看在你江湖轻功数一数二，我又不杀你的蛇。哎，怎么还有蛇？不是蛇都没了吗？今天初一吃素不杀生，我怎么有蛇？这边应该死路了。哎，刚刚日子记错了，今天好像是16，不吃荤也不杀生。不玩了，通过个树林哪那么烦？小黑，要买路财物给就是了，上道的就快出来，别再装神弄鬼了。哎呦，好痛！这是个玩真的，蛇里面还给我藏小刀。喂，做人要点分寸，知道什么时候适可而止吗？这点蓬蓬巴巴的伎俩没什么好怕的，只不过你自己不觉得烦吗？铁证跟蜘蛛一样躲躲藏藏的，这样的人格永远不会让我叫大哥。小玉儿，你怎么了？黑蜘蛛，你看他姐要出来。铁心啊，别靠近我，退远一些。奇怪，小兰又变漂亮了，快点过来，围到我怀里。我这么关心你，你却……现在状况不清楚，我的处境很危险。你可以再远一点关心我，不然这样子下去就更危险。快过来我身旁，说一些嗲嗲的话。别怪我没给你们时间温存。走。我知道是黑蜘蛛要弄鬼发过路财，没想到是再尝一次玄灵膏的味道如何？很容易上瘾吧？可恶，难怪我念经使不上了。魏兄要什么东西就明讲，干嘛弄一些假蛇小毒毒药的？小孩子伎俩用多了，就永远都长不大哟。那就乖乖交出藏宝图。小玉，你怎么能吃了藏宝图？敢玩我！现在藏宝图被我绞碎吞进肚子里，就我和铁线看守了。你要是敢对我们下手，那你一辈子都别想见到叶南天的武功。怎么样？不如放我们两个，然后那武功秘籍给你瞧两眼如何？你可能不怎么关心铁心兰，但我猜，要是你有什么万一，铁心兰倒是愿意告诉我宝藏的位置。哈哈，不会吧，铁匠，千万别被他利用。你连这种小事也要想，不论我被怎么样，只要你不说，至少我也不信，不敢对你下手。看来最后的结果是我被逼死，铁匠也说出藏宝图的位置，不打一场不行的。哎，你不是没念力吗？哦，我现在应该很强，应该不怕了。哦，对，没招式，不能用招式，可以弄愤怒技吗？不行，鬼扯鬼技可以。然后这是干嘛的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好闷哦。他已经不强了。为什么到峨眉山会变到10%、5%？攻略写的。还没死啊。
怎么样？按照往例，你用刀弄伤我一下，我是一定要划你一口子的。你真以为我输了？学宁高的后劲强得很，好死不死，这时候给我发作，看在我俩相识一场，少给你一些折磨。那两天的宝藏位置就在……黑老大，黑老大，尊驾何人？莫非想淌这趟浑水？有人卖我的面子，放了几次蛇，最后还叫我两声大哥。这都好兄弟不救上一救，以后还有谁敢认我这当大哥？难怪小玉儿要你找死。好胆的别逃。还要黑蜘蛛打不赢吗？看来叫两声大哥换的这条命很值得。咦，这小女子不知道床旁守着我几天几夜，还是帮你上床盖好被子好好睡。这个出场是怎样？浪费莲花。多谢姑娘相救之恩。我们这叫做宁见路边尸，不收无金龙，从来不救人的。我是看你们倒在门口，问你们要不要投诉。那时候你昏了，姓铁的姑娘答应要投诉。哈哈，黑蜘蛛不会故意玩我一把吧？这是武林中最高级的别庄，不比一般客栈。下马费500两，安床5000两，香茶1000两，沐浴3000两，环境清理2000两，超时费每节一个时辰1000两。另收一层服务费。咱们在这待多久了？不久，算一算大概要37450两。这种比哈尔还要黑的店你也住了进来？哇哩嘞，这姓铁的姑娘与我非亲非故，她自个要住进来的。我从来没拜托你们相救，食宿自付，我看她就抵押在这做丫头刚好。铁姑娘，对不起啊，这环境好，薪水佳，福利多半是不差的。你在江湖中奔波这么久，希望个几个月也是不错。你们这种客人我看多了，所以我们在饮食茶水中都加了料，没有解药的话，我自己是不放这些小毒了。都是铁心啊，还是潭水，早点醒啊，逃走就没这些事。我老实说，付不出钱，就算有钱也不愿意付，这下子是没有结果的。你说说看，是要我做跟班伺候你沐浴更衣，还是当贴身保镖在你沐浴更衣的时候保护你？你这个人真是无赖，一叫女孩子愿意守候几天几夜，癞蛤蟆还想贪吃别只天鹅的肉。等那女孩醒了，你们两个一直到大厅来，我就告诉你们抵债的方式。虽然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一定要付账，但酒秀山庄实在太恶劣了。等下来我们留下一些银两后一起逃走吧。你身上的毒我另外想办法治好。不好吧，这样太没品了。要讲品格，现在已经累积到40000多两的食宿费用，看来你就卖身一途了，到处都可以养病，为什么偏偏要到这儿？那时候你身中剧毒，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黑蜘蛛说，这附近就九秀山庄有珍贵药材，可以治你的毒。他们说，只要住进来，不另收医疗费用。我那时候没多想，就糊里糊涂答应了，根本没考虑到钱的问题。别哭了，我原本真的要怪你，傻女孩。既然现在情况如何，就看看慕容九要我们到大厅帮他什么忙吧。早点傍晚一同上路寻宝。好，进去就算了。上次你说有事要我们帮忙，请说吧。先搞清楚，你们是因为住宿付不出费用要坐尸还债，我可没有求你帮忙。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可爱，恐怕很难会有人要疼你。请问我们要帮你做什么事？
最近好像有奇怪的人不时在远处偷窥我，我觉得很害怕，好讨厌哦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铁心啊，别被他骗了，你注意看那是害怕的表情吗？我和慕容九陶醉在其中里，不过是谁那么没水准，哼，会瞧上这个怪女人？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点，胆小鬼？你们要是能将这个变态压在我跟前，所有的费用就一笔勾销。身为女性，就算不是为了偿债，也应该帮你抓到他。说的倒是容易，既然是变态，搞不好有什么奇怪癖好，通常会非常神经质，花一东花一西。假如这么好抓，以慕容九的财力，光是悬赏就能砸死他，还轮到我们出马？这家伙的犯罪历程，请加以说明，我们才能设计圈套抓住他。哎，不提也罢。小雪，你告诉他们好了。小雪姐姐的生活一直有我也有照耀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大概一个月前开始，我在服侍小姐默许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小姐要送洗的贴身衣物不翼而飞。刚开始我以为是不小心弄丢，后来每隔三两天，小姐的梳子、发簪、玉镯、擦汗的手绢等东西，一样接着一样不见。小姐以为掌门下人偷的，差点打死几个丫鬟。好烂的人哦！他有没有办法这样自由进出？那岂不是？就是这样在讨厌嘛，人家的小玩意都是很高档货，很贵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偷瞧我，还有人家吃饭、洗澡、睡觉都要战战兢兢的，一直维持美女的形象，很累人的。看看慕容九是什么德行，巴不得人家愿意看他搔首弄姿。我脸皮就很厚了，没想到还有人自恋到这种程度，好恐怖哦。最美丽大方的九姑娘，请借我一件贴身衣物。小友要模拟犯罪者的心理状态，还是你不会也是变态吧？我们相处这么久，原来心目中还有可能是变态，这令我太令我伤心了。我是要拿这个当幌子，引出这个很有眼光的风流偷儿。这坏蛋什么时候有眼光的？当场脱衣。我特别交给你新鲜的，听说有人在柳秀里瞧见他，奴家在等候你的好消息。才捧你两句就，最后就别播了吧，害我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。水月刀，我们先走动好了。东是刚才被伏击的地方吗？弯道，应该某个地方触发，有了。这个位置不错。为什么随身携带铲子啊，小玉儿？这么简陋的机关会有人上当？这年头没有人会这么扯吧？越是单纯的骗局，反而容易上钩。贼子一定是本性难移的。我们是不是该换个法子？好像没有效呢。有人这么蠢？黑大哥，是你们？别挣扎了，先请你加上流金锹，不是一下子就很弄开的。那天你也救过我们一命，身上叫我十声大哥，我就放了你。我救你们一命，你们竟然恩将仇报！不行，这家伙是女性的天敌，不给他一点教训不行的，最少要向慕容九亲自认错。嘿，老兄，谁不好惹，偏偏让女孩子生气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咱们欠了慕容九几万两的银子，可是有苦难言，还是得劳驾你走一趟九秀山庄才行。九姑娘，不能压道，请你替咱们女孩子争一口气，好好修理修理她。你叫黑蜘蛛吧，算起来是江湖上有名头的人，为什么要偷我东西？我什么时候偷拿过你东西？你有证据吗？在柳秀林被我们抓到现行犯，还敢狡辩？我只不过想借去瞧瞧，过一阵子就还。
以你的本事，明明可以一个晚上就借走所有东西，又何必三天两头就来手顺一番？我会定期发作想借东西的毛病，你管我。山庄中有很多江湖成名人物在投宿，他们带着奇珍异宝不拿，我逼你的饰品不拿，为何独独要借我身上的玩意儿？说实话，本姑娘搞不好会饶你。我来听你说，你是不是暗恋我，故意要引我注意？谁在暗恋你？一个标准恋物癖，一个完美自恋狂，两个人一搭一唱挺好的。难道是我猜错了？不可能，我这么聪明、可爱、美丽、大方，怎么会比不上花钱就买得到的东西？你一定是故意在骗我，想要气我，看我是不是会抓狂而露出丑态。我偏不让你得逞，就算你真的没暗恋我，那只是因为你还不了解本姑娘的好处。为了增进彼此认识的程度，要麻烦你在这住上几些时日啊。小雪，给我把黑蜘蛛送到炼丹房的冰窖里。只要我天天照料你，一定会疯狂的迷恋上我。好恶霸的女人，要是到时候人家就是瞧不上你，那不是一辈子都要在冰窟中安居，你更要当一辈子奴仆，何苦呢？你们欠我的房钱就算还清的，明早睡饱了就请上路。那铁心兰中的毒，其实你们根本就没被下毒，九州山庄这么大，几个为了区区几两银子对人下毒？早点回去休息，早点上路，别没事占着空房不放，影响山庄的生意。哦，人真好。黑大哥，提黑蜘蛛干什么？他给慕容丫头亲自伺候，过些日子江湖上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名号了。我们去救他好不好？他不是女性的公敌吗？我只是想让他得到一点教训，别瞧不起女孩子。谁知道慕容九他……你终于了解鬼丫头的性格了吗？虽然不习惯黑蜘蛛的嗜好，但骄傲的女人更令人讨厌。好歹黑蜘蛛也帮我们弄出魏无心的魔掌。我们去炼丹房的冰窖救他的翘头，气死慕容九。黑大哥，你还好吧？我们来救你了。我不走。你不走，那我们干嘛冒险来救你？你当我们是猪头吗？别玩了，难道慕容九在饭菜里加了迷药，让你昏头了？还是他真的待你很好？没有，他每天欺我，对我发脾气。那你还不跟我一起离开？慕容丫头到底哪里吸引你了？你不觉得她有一般女孩子所没有的独特的自信吗？举手投足都流露出纯真自我肯定的美感，她生气骂人时更漂亮。喂，她是自恋狂好不好？明明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要是你真娶了这臭屁的小妞，以后才会有你的受了。你想不想让慕容九更漂亮？怎么个更漂亮法？你跟着咱们离开冰窟，一会儿九姑娘找不到你，一定会大发雷霆。她一生气就更漂亮，那就如你所愿了。那好，我和你们一起走。我靠，神经病啊！兄弟，暂时有点私事。还要做什么？人家放的影子不偷瞧九丫头的自信美是不成的。我们先上路吧。这对变态冤家，一个爱偷窥，另一个爱现，真是一对活宝。黑大哥，我们还要再见到你吗？有缘的话，自然还会相遇。啊，出面了。这边应该没底的吧？没有。好，这边要干嘛了？好，要到客栈对不对？我们先不要进客栈。
这边有隐藏道具吗？应该没有吧。买一把。大家都是社畜，不过你可以全职做实况组，我真的很佩服。我是没办法的。因为靠实况养不活我自己，可怜啊。好，这边继续看下去。我记得可以拿到金钟罩，对不对？哎，要选哪一个？买了，我有钱。还是继续跟他讲会打折。武当山石心石玉岛，哦，这是隐藏商人吧？猫会礼包子，哦，赌钱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边就这样了。不是剧情，我就不念了。还不是杀杀杀去问消息的见傅文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忘记他一向习眼如金，其实他懂个屁。什么我不懂，九秀山庄你们知不知道？就是那个武林中最有名的别庄，临近路边师不收无金客，收入颇高的。你该不会要提那个古早传闻，说人家收入好是包养高级胭脂女？才不那一回事，阎王门。小声点。对，免得引来杀身之祸。好，阎王门最近要想办法暗中逼囤九秀山庄，当作摇钱树。妈的嘞，阎王门的旧恨都还没完，岂能放你们继续做大？慕容九再讨厌，也还算是勉强算是正派精明。我应该回去告知一下。好，走吧。九姑娘，我们是来给你报消息的。有人瞧见，就是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放走黑蜘蛛。不是这件事，我们是来告诉阎。住嘴，住嘴！黑蜘蛛假如还拿你们当朋友，就应该要回来救你们。我知道他还在山庄附近，阎王们就要派来并吞这里。再啰嗦都割了舌头。我们走。先饿了他们半天，没想到慕容九这样泼辣。要是我哪一天走失，只怕铁心男会更泼辣吧。小鱼儿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冷？的确，上次救黑蜘蛛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了。要是不吃不喝不运功抵御寒血，只怕不到两个时辰就要生病，一天之内我们就被冻死。而且阎王们就快来了，要是魏无心，结论我们快逃出去寻宝，反正也算是告诉慕容九这个消息了。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。我早上被这个贱女人打败了，她用龙签灌到药石孔里面，要置我们死地。我们和他又没什么深仇大恨，这样做太绝了吧。可恶，要是我逃了出去，
就扒了他的衣裳示众，让他的自尊心受损。搞不好他对他的身材更有自信。对吼，他这种深根蒂固的人，根深蒂固的不良性格，恐怕这样他会更高兴。聊了这么久，你怎么认识这些奇怪的叔叔伯伯？难怪古灵精怪一个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最奇怪的是叫我翼龙叔的姑姑。对不起，你说的故事都很有趣，可是我就是笑不出来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换个话题好了。他不是说只饿我们半天吗？真的要为黑蜘蛛就赶尽杀绝？看起来我可能快不行了，要是有什么万一，你就自己逃走好了。真的吗？我可以自己先逃。别说傻话，你看起来又不是一副倒霉样，吉人天相，老天一定会安排一个好出路的。来，先披上衣服。你不是也一样会冷？冷什么？我功夫好得很，多半还能撑个把时辰。哇，我干嘛骗自己骗自己？再多两刻钟，我就要变冷冻鱼了。你一直都是这样。怎样？还是你胸膛暖和，搂住我。双脚散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嘿嘿。是谁管老子的好事？到手都非要给跑了！你们这些无耻阎王门众，连武林中正派经营的九秀山庄都要染指，今天我要为慕容家出一口气。你是什么人？敢管本门的闲事，报上名来！行坐不改姓，行不改名，叫白羊的就是。好，白羊，今日是胜不了你，你自己洗好脖子，等着吧。等下，怎么走吧？两位，请留步。干什么？这路是你开的吗？龙在下介绍。小可早年受过慕容世家的恩情，闻讯来救，没想到恩主已经离开，未免山庄落入奸人之手，只好动手分毁。不知两位有没有慕容九的消息？白壮士，我们的确不知道他的去向。等一下，你们该不会是慕容家的仇敌吧？不然怎么会被关在冰库中？啊，白大哥，你别说笑，咱们是慕容九的远房亲戚，正在练一种全身发热功夫，无入冰窟可是会走火入魔的。这样子啊，既然是恩主的亲戚，那也算是半个恩的。我愿意跟着你们一同寻找慕容九姑娘。不不不，咱们与九姑娘一表三千里，这下子正赶着回乡参加重要的节庆，你不方便跟来？重要的节庆，哈哈哈哈，你们小两口该不会赶着私奔拜堂去？这位漂亮的姑娘，是不是啊？这个，那正好，我这个人最喜欢凑热闹，当恩主亲戚的证婚人也不错。这位仁兄，你脸皮挺厚的，为什么你要当坑屁虫呢？他总算杀了乌子，花开了千桨，也算救了我们。前期还有好多阻难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助力也好。好吧，好吧，跟着就跟着。铁匠这么容易心软，找宝藏前也该甩掉救命恩人吧？那可以控制他吗？我已经忘记了，可以吧？好，回不去了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哎，可以。纳尼？这样可以。前辈，道上最近有什么热门的消息？还不是杀来杀去，问消息见副文就知道。你忘记他一向惜艳如金，其实他懂个屁。什么我不懂？最近峨眉就要发生大事了。峨眉派百年基业，岂是浪得虚名？还能发生什么大事？你该不会要提江湖上的流言，说什么最近峨眉山顶发出奇妙的光芒，常常有奇怪的声响传出？是啊，你发现最近齐天有数批武林中人来问路，全都问这些峨眉山行地势、交通要道等等的问题。峨眉派掌门神奇道长不是伟人一向清明公正，难道有惹到谁？听前面的话，峨眉好像有灭门之祸的感觉。当今武林上少林、武当、峨眉各霸一方，
除了最近兴起的炎黄门之外，恐怕没有人能动了这三大派。反正江湖恩恩怨怨没完没了，管这么多干嘛？喝酒喝酒。奇怪，我总觉得不大对，燕伯伯的宝藏就埋在峨眉后山，恐怕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张青，哦，刚刚对话过，走吧。现在地图开了吧？开了，我先存个档。草丛，然后嘞，真的有哎。是谁闯到我新成立的山寨？这破屋子也能当山寨啊？阁下的部署们恐怕过得相当拮据啊！我才刚找到这里，好落草为寇，连部下都还没收。我看你体格蛮健壮的，就当是我天智第一号部下如何？我封你为二寨主。我看你大概是水浒传看太多了，以为贼子都这么好当，我懒得理你。今天初开通走了肥羊，那我以后还招得到人吗？看招！他很强吗？叫成这样，我很害怕。都是你打碎我寨主的美梦，你给我等着！哼。给一点教训，免得你给恶人丢大脸。寻物镜，对，是他。好，找隐形的。空白键会触发吗？你不要唬我。没看到啊。你在角落吗？没有啊。哎，重复技两三次哦。你不耍我？我就按空白键，重新进来两三次就好了。还是我进门之后按空白键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遇到了。哎，不是他这样子，谁会知道他在这里啊？哦，底线这么强啊！还说叫我按空白键。啊，午夜剑诀学到了，对，就这个，就我这边拿得到。打得真痛快，有空再多来切磋武艺。啊，就这样。不能说小鱼我都没有错，只能说心智不成熟而已。